吃的咋这么甜了？他也没粉碎呀！啊，你那粉碎机不行，那明显就是打滑。你看我的机器，你试试，你看能不能给压扁，就完事儿了。哎，这是啥机器呀？这玩意儿高科技呀！啊，这字咋上去的呢？我这看半天，我也没唱明白。小伙儿，你在这干啥呢？这好好的我，这老掰它干啥呀？啊，又掰直了一会儿。喂，这小伙真犟啊！不是，这来时说好好的，说的活可多了，这哪有活啊？这老板给我安排最后一个，告诉我在这等呢，一会儿没有。大爷，差不多咱们就别钓了，这冰天雪地的，咋这么有瘾呢？再钓一会儿啊，咱们都成雪人了。哎呦我的妈！